个是清炖的，一个是红烧的。哇，现在这个是红烧的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对，鸡骨肉。对，你赶快试试看，非常软，脆骨。这个吗？它的嫩骨已经炖得跟牛筋一样的 Q 软。你可以自己煮一些面丢进去。对，然后因为他在台南是非常有名的店家，然后他其实本来就有在卖这个嫩骨饭，已经卖了40年了。对，但你因为你要买，是不是很好吃？真的下饭吧，吃爱吃肉的一定会喜欢吃这个。放在家里，这个随时都可以加菜，对，加面也可以。吹滚。试试看，你就这样子一包啊，然后你加热，你随时再下一个面，然后就变成嫩骨面，这样非常好吃。哇，有那么这不用自己煮对不对？对，不用，它已经是用好的。脆骨的。哇，这是牛肉吗？猪肉，猪肉。可是怎么感觉像蹄筋啊？对啊，因为它已经把那个软骨的地方炖得像蹄筋一样，对，弄得很像那种鸡肋的感觉。非常的好吃，真的假的？而且你只要放到电锅里，或者是隔水加热就可以了。电锅对啊，不会啊，所以要加面。这个会加面，就是面煮一煮放进来，这样就很好吃。对，它汤也可以喝，对不对？而且因为它的红烧跟一般比较不一样，一般的红烧你可能会很重咸，然后很辣，但是它的红烧就是一种比较温润的口感，然后八角味很香，它的红烧是强调它八角味很香，然后肉超好的。啊，我知道了啦，等一下啦，重来重来，怎么了？从头到尾讲错了，人生不能重来，没有。从头到尾 Apple 讲错了，我怎么了？它不是嫩骨，它不是嫩骨肉，它是嫩骨的肉，嫩骨的肉，这跟嫩骨肉有什么差？你刚刚的讲法让我以为是很嫩的骨肉，不是，它是嫩骨的肉。哦，那我叫它改名字一下，改成嫩骨的肉。所以到底是什么肉？请笔给他了，他不要说他不要买面了。殿下，我帮你改个名字。起笔弄个逗点了。它的重点是它的嫩骨，对，它的重点是它那个骨有没有？对，软骨煮的变蹄筋一样嫩嫩的那个嫩骨，然后旁边有夹着，旁边有嫩骨夹的肉，对，是吧？对，而且你看他们俩已经吃多少块了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我跟你说，它的嫩骨像什么？像在吃刚刚这家的那个里面卡卡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？真的会后悔，赶快吃一下。这里面根本就是卡士达酱，我不相信，它不就是秉持的不相信，超乎你们想象的软，嫩骨的肉，懂一个嫩，好香哦，超好，这是骨头吗？懂进去就是软的，懂进去，搞进去，很像果冻哎，怎么可能一口会融化？软呐，哦，真的软到不行。我们唱不起来，太嫩了，唱不起来。它就牛筋啊，它就很像皮筋哎，它就是皮筋的那口感哎，好吃吧？那猪哎，苏子成就是炸，好好吃哦。不是因为它太嫩了，我插不起来。你看，你就直接塞满了，这个好吃，好吃，来来来。嫩嫩的，然后再加肉的那个口感，哎，这感觉好像，我吃一下也好吃哦。它因为你如果喜欢八角味道的话，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红烧口味。它的清炖就是汤喝起来很清甜，清炖的也很棒，好吃。我觉得红烧的要下面，清炖的配白饭，对，刚刚好，真的，超好吃的，很好吃啊，好吃。而且哦，重点是它团购会非常的便宜哦，多少？因为像刚刚这样子的一包是95，然后它平常如果是团购的话会变75，但是因为现在夏天它还有再特价，最低可以杀到69，69，肉那么多哎，对，我也要买，真的，很便宜，买10包才690，对啊，我也吃很久了，5、4、3，一三八。错，而且我觉得是，感觉这个
个菲菲想起来也可以吃啊，对啊，软成这样，因为就是因为它软下饭，然后小朋友肉对，就好咬给他。我一打二的时候可以拿这个，我现在常常要一打二的时候，小温宝也让他歇会儿，真的，一立一休啊，不要护法，一立一休。